师父，这次取经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事。别担心，这次出国前我有先做出国登陆了。出国登陆是什么呀？我们国人出国观光游学或是洽商，都可以到外交部的网站上登陆旅外资料。如果当地发生天灾或是动乱，外交部就能立刻联系我们，提供协助哦。安妮，我们就能放心出发了。出国做登陆，安心有保障。